土耳其无人机团队操作空拍机顺利起飞，挺进沙卡当步道。沙卡当步道的那个区域，是我们就唯一的这边。土国团队一行七人飞越8000公里来到台湾，加入救灾行列，提供无人机技术的特殊专业。第一天从沙卡当隧道口起飞，抵达1公里左右的大型坍塌地区，即便还没发现失联者踪影，却有最新进展。经由我们拍摄完了以后呢，可以立刻组成这个 3D， 你可以把它做局部的再放大嘛。无人机拍摄的空拍画面，利用重叠影像技术，成功建构灾区的 3D 模型。无人机征收完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发现说这边有个堰塞湖，堰塞湖塞住了以后，那么在这一波的坍塌地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在搜寻这个人员。灾区最新地貌完整呈现，一整天无人机团队启动3次飞行任务，完成2次取向，建构出来的立体影像将对救灾有大大帮助。在飞机上搭配的筹载上面，我们使用的是6000万画素的相机。借由无人机，它可以飞得比较低。今天的飞行高度，它定为距离河谷170公尺，地面的解析度可以到达3公分，而且是 3D 呢，能够未来可以提供搜救的这个长官可以找到比较安全的道路。Today and generally when we check the environment, this is a harsh environment for drone operations and also rescue operations. It is not an easy environment, I can say.台土救援团队合流，我国特搜队员和特搜犬持续执行地面作业，配合土耳其团队的空拍支援，加快搜寻脚步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